哈，终于。秘密秘术，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皇害怕第一个皇子争夺皇位，所以说呢，是皇帝在没他没死的时候就会写一个遗诏。你的妈妈带去想要。从西安来的郑小红观众，听到广播后，请马上到神武门去，您的家人在那里等您，谢谢。从西安来的郑小红观众，听到广播后，请马上到神武门去，您的家人在那里等您，谢谢。啊，你跟外国人。前面的，前面那个十字路口的。八块钱一斤，啊？要高一点，八块一条吧。